讲教育出现问题吗？教育制度出现问题吗？老师校长出现问题吗？学生犯法令人心寒，多么忧虑，多么感伤。香港政府拨出资源来为教育多些资助，情况又如何？俗言所说，养着狼狗咬心头，养着番狗反而狠狠地咬紧政府的心头。听说建国是在教育，亡国也在教育，若是带着心怀不轨进入校园来到灌输，渗透方式地洗脑，达到预期的功效。眼看有些的宗教举起正义而偏离正道，教人戴上头盔，戴上面罩，像猪嘴遮着面貌来到犯法，说是为了伟大拯救未来的主人翁。国家的栋梁却是蒙古走进地狱，教育的内容是否要检讨？坐至歪风继续吹动，培育青少年学真行善谈美好，创出道德和道义精神性教育的进步，建设社会的乌托邦，实现意义在香港。未来的主人翁，国家的栋梁，却是蒙古走进地狱。吹动培育青少年学真行善谈美好，创出道德和道义精神性教育的进步，建设社会